在呢，案子原来是恐怖，我是鹿港地震科技人，欢迎光临，务必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过去进入三级防疫警戒的时阵，西瓜片片在内人以上的关注，鹿港镇就取消了夜间粪扫定点清运，这对真侪上班的人来讲是真无方便的。所以镇公所又搁伫暗时加开了两天的路线来收粪扫。境界降为二级，鹿港镇恢复夜间定点收运粪扫，所以原本规约两天暗时沿线的粪扫清运也将取消。上班的人，也就是你是无时间出来倒粪扫的乡亲，会当在暗时可以去定点来等。啊，针对我们这次的一个防疫的一个警戒，从明天开始27号调降为二级，也当讲啊，乡亲上关心的，就是这垃圾清运的问题。咱伫明仔载开始，伫这夜间吼啊，过去一款定点，咱明仔载恢复，好会当讲夜间来定点收垃圾。啊，过去啊，咱这三级警戒啊，加开了两条啊，星期二、星期五夜间的路线。按明仔载开始，吼、哦，咱也无过来采取这个夜间路线的一个收垃圾。所以呼吁乡亲，咱明仔载开始就是讲啊，过去在安尼定点收垃圾的这所在，会当讲吼乡亲。啊，继续恢复较早在定点收垃圾，只用直接呼吁咱所有乡亲啊，大家会当吼啊戴口罩啊，保持一个距离，能够让大家吼啊，有一个安尼感觉讲啊，这个防疫期间咱该做的一款措施，咱大家来遵守。另外，镇长嘛呼吁乡亲出门也是要挂嘴安，保持安全的距离，以防疫为优先，唔通放松。新中华新闻出点请陆港采访报道。